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哦。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咁就 very good 啦。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鬱敏踩場，現在和你剖析政治。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鬱敏踩場，今天是2022年的7月28號。咁啊，距離即係呢個月尾咧，都仲有兩三日嘅時間，希望大家爽啲手，快啲交台費啊！好啦，咁啊，今日咧都係要講呢、這個即係佩洛西啊，美國眾議院嘅議長佩洛西八月訪問台灣嘅問題。咁而家咧，即係老實講，呢、這個而家係炒到好熱嘅一個話題嘅，即係國際關注嘅啦，已經係。咁啊，台灣海峽兩岸啊，大家都即係俾人覺得有一種劍拔弩張嘅嗰種姿態。當然呢個劍拔弩張就唔係指中國同台灣啦，係咪？台灣係被逼嘅。咁但係台灣咧，即係喺佩洛西訪台即係嘅問題上邊咧，當然佢哋既喜且憂，可以咁樣講啊。所以最近你睇到佢都係保持低調嘅嚇。嗱，佩洛西訪問台灣啊，仲有呢個係好高姿態嘅，係一個。即是一個代表團的，咁可能參眾兩院都有議員參加嘅，咁而家已經有啲議員透露，有啲眾議員透露咗，哦，或者啲參議員都透露咗話貝洛西啊個辦公室啊，即係有邀請佢哋去參加呢一個代表團，咁去訪問亞洲，其實係仲有印尼啊、新加坡啊其他地方嘅，咁啊然後包括台灣，唔係就咁去台灣嘅 ，OK 啊，咁但係對台灣當局嚟講，呢個真係天大喜訊嚟噶嘛，係咪？所以之前即係喺四月份嘅時候傳出呢個消息嘅時候，即係台灣即係朝野都不斷去炒作呢一個話題嘅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去到呢一個地步咧，情況可能就有少少變化。第一，華府就懸而未決，究竟去唔去得成咧，仲未知，未有定論，可以咁講，係咪？咁即係尤其是呢個拜登政府，即係拜登曾經表示過，即係軍方唔係好同意呢一個佩洛西喺呢個時間訪問台灣嘅咁樣嚇。即係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即使拜登認為佩洛西訪台不是一個好主意，但係佢嘅計劃咧，即係佩洛西嘅計劃咧，原本呢個計劃係得到即係超黨派嘅支持嘅，包括共和黨啊。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最新，我哋睇翻最新嘅發展啦。根據呢個外國傳媒嘅報導咧，即係綜合啲外國傳媒嘅報導，包括呢個德國之星啊，包括呢一個金融時報啊，係咪？包括呢個即係美國嘅呢啲媒體啊，咁綜合嚟睇成件事，即係有啲人行出嚟有講嘢咁，然後有個綜合嘅報導嘅。咁我哋簡單啲講下，然後我哋可以即係做下分析嘅啊。在禮拜三咧，今日禮拜四啦，即係而家講緊咧，都係呢個美國時間。我哋如果呢度係禮拜三，唔係禮拜四嘅深夜啦嚇。咁喺禮拜三咧，就即係佩洛西嘅辦公室都冇正面回答呢一個訪問台灣嘅呢一個事件有冇新嘅進展，係嘛？咁就普遍即係釋出，即係聽到嘅消息就係話咧，因為嗰、那個所謂安全嘅規定咧，就令到佢哋冇辦法去討論個行程。咁但係呢個安全嘅規定咧，我嘅理解可以有兩方面，一個就係美國啊，即係對於一位即係重量級嘅政治人物，係嘛？去台灣啊，當然台灣係佢亞洲之行其中一站，但係台灣係一個熱點嚟嘅，呢、這個熱點係戰爭嘅熱點，而家今時今日嚟講。特別係美中關係惡化到呢個程度，美國喂又要利用台灣問題嚟向中國施壓，喺呢種咁嘅情況底下咧，台灣就係個熱點嚟嘅。
另外台灣是一個熱點的原因就是由於現在仍然是民進黨執政，在可見的將來都是民進黨執政，而民進黨現在的政即是兩岸那個所謂兩岸關係它的政治取態呢，很明顯就是抗中保台，用他們的講法就是這個抗中保台呢，就是令到現在兩岸關係停擺的。但是兩岸的交流就沒有停過，特別是貿易的交流，是在去年啊，即係呢個台灣對中國嘅貿易咧，仍然係出超超過1000億美元嘅，係嘛？所以嗰個貿易交流咧，仍然係進行緊嘅。但係官方嘅關係，或者白手套授予官方嘅，即係官方嘅嗰個交流啊，即係有個白手套咁啊，啲白手套就係海基會、海協會，咁呢個就停咗嘅，係嘛？咁啊，陸委會亦都經常行出嚟同呢一個北京嘅國台辦咧，大家就喺度口水戰嘅。咁過去呢幾年都係咁嘅情況，咁啊，所以呢個亦都係令到台灣成為一個熱點，咁啊。咁過去即係嗰啲美國嘅即係議員去訪問台灣又好，或者台灣即係同美國關係越嚟越密切，咁啊，咁都令到中國啊，即係對台灣咧所謂台獨的勢力越來越囂張啊！外國勢力會介入台灣啊！呢啲咁嘅所謂認知啊，或者認知作戰咧，就係升級嘅。呢個就大家可以睇到好清楚嘅。所以點解佩洛西訪台會引起咁大即係咁大個爭議，同埋會即係令到呢個台海嘅即係嗰個所謂軍事衝突嘅危機咧，係可能會出現嘅，甚至乎呢個戰爭嘅危機係一觸即發，係咪？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我認為北京咧係用四個字嚟形容：昔例內任。咁啊，嗱呢個昔例內任大家都識解嘅呢個成語係咪？即係外表嚴厲，內心虛怯，呢個叫昔例內任。咁嗰啲小粉紅梗係唔會贊成我咁講啦，甚至就即係阿鬱我啦，係咪？咁但係我認為用呢四個字嚟形容係非常之恰當嘅。你越係喺度喊打喊殺，其實你內心係嫌虛。你而家就係最好話嗱，你最好唔好嚟，你明唔明？咪最好唔好去台灣。你一去親台灣，我真係唔知打你好定唔打你好，你明唔明？講咗，喂，必有軍事行動。咁啲軍事行動係咩咧？係嘛？以前有些人就叫即係啊蘇俄啊或者中共嗰啲叫紙老虎，係嘛？昔例內任嗱，呢個昔例內任當然有些人唔會贊成啦。外表就好嚴厲，但係其實內心好虛怯，係嘛？咁但係事實上係咁啊嘛，大佬。因為如果真係擦槍走火嘅時候，喂，你變咗美中大戰，你估你有著數咩？係咪？但你開咗口之後，你收唔翻啊嘛，係咪？到時嘅軍事行動咩係咩先，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而家就昔例內任，死人都要喺度空住你先啊！即、就、係、是、我哋用啲比較粗俗啲嘅講法，就係基於嗰個所謂一中原則又好啊，美中即係嗰個中美嗰個建交公佈規定啊，你要一中原則啊，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你噏呢啲嘢啊，或者台獨嘅勢力咧誒越嚟越囂張，你係助長呢個台獨嘅勢力，係咪？咁對台灣嚟講咧，就恐嚇台灣嗱，你唔好勾結外國勢力係嘛，而分裂國家咁。其實呢啲講呢啲嘢好白痴嘅，但係佢要繼續講噶嘛，係咪分咩裂國家都唔知邊個分裂邊個係咪？要有先有中華民國先啦，先定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咧，係咪？嗰、那個係兩岸因為戰爭為內戰而即係對峙係嘛？咗呢個即係70幾年咁解啫嘛，大佬，人哋都有部中華民國憲法，係咪？你又有部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係咪？咁你又管治成個中國大陸，佢又有台灣澎湖金門馬祖，係咪？中華民國就係一個獨立嘅國家，係咪？咁你承唔承認佢都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啦，係咪？咁所以喺呢種情況底下咧，就係而家佩洛西訪台就會變成一個即係台海危機，係咪？咁所以幾即其實你睇到美中台都非常之審慎嘅嗱，除咗我哋話北京昔例內任，華府就懸而未決，到而家都未決定，喂究竟幾時成行未決定，咁佢哋都喺度研究緊，係咪？咁你睇到即係一啲報道咧，我哋就睇到就其實國防部咧，美國國防部都做好曬準備嘅，係咪？即係萬一佢真係要去嘅時候，所有嗰個安全，即係佢嘅安全啊，係咪？你得？譬如我哋睇翻呢啲新聞嘅嗰個講法就係、是，嗰啲不具名嘅美國
官員就咁話，如果貝洛西訪台咧，美軍就會加強喺呢個印太地區嘅部隊同埋嗰個資產嘅調動，就拒絕提供細節呢個必然噶啦，安全問題佢唔會提供細節嘅。咁然後又話咧，美軍嘅戰鬥機啊、艦艇啊、監視資產同埋其他軍事系統就會形成一個確保佩洛西專機以及佢全程訪問安全嘅多層保護環。咁所以你胡錫進話伴飛，屌你咁你點伴飛先？你要幾多軍機嚟伴飛先係嘛？所以而家就喺度嗱，美國咧佢哋就唔會講咁實嘅係咪？咁至於北京方面咧，佢都唔敢講咁實嘅係嘛？由外交部發言人到國防部嘅發言人係嘛？國防部啊，最多就話喂有軍事行動。咁呢個軍事行動係指咩咧？係咪係同美國砌定點咧？係嘛？咁我哋唔知啦，係咪係嘛？咁所以咧就嗱呢、這個我哋慢一步講啦。我先講翻即係呢個台北方面咧，嗱華府就懸而未決對於佩洛西訪台係嘛？咁呢、這個。北京就悉例來任，喊打喊殺，係嘛？台北咧就保持低調，係嘛？嗱，台灣嘅國防部咧，佢就例行講嗰啲嘢咧，記者問佢嘅時候，佢只可以話：喂，對於即係中國軍方各種可能嘅軍事威脅同行動，咁啊有各項應變方案同埋作戰計劃，有信心、有能力確保呢個區域和平穩定。嗱，呢啲講法咧就係官腔嚟嘅啫，係嘛？即係你作為國防部。你梗係咁講啦，喎大佬，我台海嘅安全或者國家安全，咁我哋梗係要有足夠嘅應變方案同埋作戰計劃㗎啦，係咪？咁如果佢有軍事行動，我哋梗係有回應㗎啦。咁然後即係一定話俾人聽，我有能力確保呢個區域和平穩定，呢句係講俾美國佬聽嘅。OK。咁喺政府方面啊，咁我哋睇到蘇貞昌咧就應該係早兩日啦，係咪？咁啊，因為台灣而家選舉啦，係咪？咁呢個行政院長啊，即係台灣行政院長都唔係好通嘅，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應該係 OK。佢就話非常感謝佩洛西議長長年以來對台灣嘅非常支持友善，咁啊對於任何國外嘅友好貴賓來訪非常歡迎啊！如果有外賓來訪，政府做最好安排。至於相關時間、相關行程咧，咁啊都要即係尊重貴賓嘅規劃。嗱，咁呢段説話咧。是不是很低調先？是不是很低姿態先？是不是？他在這裡沒有任何攻擊北京的所謂必有軍事行動的講法，是不是？也都沒有評論，是不是？只是說對於任何國外的貴賓來訪問都會非常歡迎的，那佩洛西就一直支持台灣，OK？蔡英文也都沒什麼表示。嗱，現在選舉呢、这個係最好嘅話題，最好嘅即係民進黨嘅嗰個所謂拉票嘅一個議題嚟嘅，都冇高姿態去發表任何所謂中共必有軍事行動，咁啊究竟點樣回應嘅呢一啲咁嘅所謂刺激對方嘅説話冇，係咪？冇口水戰，係咪？好低調，係咪？因為呢個好低調嘅背後就係話，而家真係仲未摸得透，究竟共產黨係喺度兇你啊，定係真係佢會有軍事行動，係咪？大家都掌握唔到嘅，而家係，係咪？而家只係停留喺個表面嘅反應，對於佩洛西訪台，北京嘅反應，由外交部到呢個國防部，係咪？咁然後習近平啊呢啲即係所謂高層咧，就到而家都未表態嘅 ，OK， 係咪？至於美國方面，大家亦都睇到而家，喂佢梗係會作一啲安全嘅規劃，呢個必然嘅。OK， 佢冇可能俾呢一個即係眾議院嘅院長去訪問台灣，係會產生即係安全嘅問題嘅。OK， 呢個係必然嘅，冇可能嘅。即係大家用常識諗到，即係打仗啦，大佬，如果佢有事，仲唔打緊啊？呢鑊係嘛？咁啊，至於台灣就梗係喂，你嚟就最好啦。咁但係你嚟，如果搞到我哋周身蟻喎，梗係唔好啦。咁但係呢啲唔講得噶嘛，啱唔啱啊？休息一陣。